来了，欢迎回来《幻想三国志》。那今天的话又来测试一下我们强度的时候到了。今天的话是我们目前入坑的第五天啊，第五天。那目前的战力大概是77万，等一下介绍一下我们的阵容。那今天的话去打两个有趣的东西。那第一个的话是群雄逐鹿，这个的话就跟排位赛一样了，我们打野二楼的排位赛一样。那目前我们在我们本服的排名的话是200多名啊，不过等一下会冲一下，因为这个排名是我们昨天的排名。好 ，OK， 那冲完群雄逐鹿之后呢，我们晚上的话再来打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那个攻城战啊，攻城战这个游戏哦很机车，这个游戏它的活动哦都是从晚上7:45开始，然后一直到8点，这个东西时间都是固定的，而且每天都有。那只是说这个每天的活动可能会不太一样，那黄龙都是每天都有了，所以你只要晚上7点多8点哦，尽量时间要空下来，因为我前几天都没有，这时间刚好都有事情了，所以完全都没有攻城战也没打过，然后那个世界 BOSS 也没打过，所以就是他奖励其实很丰富，他奖励其实都很不错，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尽量能参与都参与一下，所以晚上的话我们会来打一下攻城战 ，OK。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把阵容介绍一下，然后把该抽的抽一抽，强化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打架。好，那介绍一下我的阵容啊，我们的阵容，我阵容的话从我们的魏国队啊，我们来玩一下女团。今天的话呢，我们就来玩一下女团，看看女团到底跟我们那个攻略网那些介绍的那些大佬们介绍到底强不强。那女团的部分的话，因为最主要是那个啦 ，SS 啊，像貂蝉啦、孙尚香啦、啊、那些星数都不够高，所以懒得派上场。所以目前的话啊，张馨采配关音品也还是很不错的。那反正他们两个都有羁绊嘛，然后甄姬，然后就是。他的减伤女队的一个核心，然后再是蔡文姬补血，然后吕小妹，然后再是司马懿这样子。OK， 这是目前我的阵容。那介绍一下他的机制好了，上次虽然说我介绍过了。啊，先叫甄姬好了，甄姬就是我们男性角嘛，可以给我们女角所有的一些 buff 效果， 15% 的一个免伤，只要你是女角的话，所以我们女团的话尽量是塞5-6只女角啦，那 buff 效果会吃到最多。然后再来是司马懿就不用讲了，但是目前五星还没开啊，他有点弱。然后再来是张馨采，张馨采跟那个观音瓶然后配起来，然后一个有抗性，然后一个会吸血，都很不错的。那再来是啊，他也是坦的啊。再来蔡文姬啊 ，R 角超强补师，超强补师，然后他一样会给我方全体的那个值，那个有5%减伤，所以搭配上那个谁啊，他那个搭配上我们的甄姬，那如果你是女角的话，就有20%的一个减伤，很不错。然后再来是观音瓶，刚刚是会吸血嘛，然后他的话是会那个增加攻击，然后会那个有一个怒气值。OK， 就这样啦，女角。那心术的话，我们进来试试看我们的吕小妹 UR 看看强不强哦，一火的 UR。好，那我们先来抽角啊，来抽角。来，那心愿的话，因为目前还不确定未来要玩什么队啦，先以这两只为主啦，反正之后要再搭配的话，再往上冲就可以了。好 ，OK， 走啊，抽角最开心，走，很花钱。来开箱啊，没有周开魏延祝融啊，不练是灭之是有用的。来啊，还是看一下动画好了，我觉得他动画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你会看到他会不会从那个 SR 直接往下飞？阿角 SR 有往下了，往下了 SSR， 看看是谁？周泰。我靠，貂蝉！我才刚讲，干，我不要貂蝉啦，我。怎样是要玩吕布是不是？好吧，再来一抽入魂，刚刚那是保底的，我们来看看有没有 SSR 飞二三啊，没了啊，非常的鸟。孙坚还行啊，太子石有了啊，太子石。那徐庶跟黄月英啊，非常鸟。好，再来一抽啊，走。这谁？张春华，哇，真刷塞！看，哎，奇怪，抽不到心愿角哎。那没关系啊，我们就是猛抽，狂抽猛送上天堂。哎，看空大，孙权，我怎么感觉孙权太子池的那个心数越来越高了？哎呦，随机 SSR 角，等一下我们来玩一下好了。好，就这样。来，哦，看空大哦。那个阿敦、阿渊哦，阿敦、阿渊都有了。来来来，我们再抽完最后一次保底。哎、欸，靠腰，差点按错，看吓我一跳。好了，再抽完最后一次保底就差不多了。来了啊、应该有吧？啊，司马懿有了啊，不错，司马懿。好，那我们来升星吧。啊，对对对，来随机 SSR 角看会抽到谁？哎呦，超人呢、欸？哦，超人呢、欸？哇，超人不错，超人不错。那随机的 SR 角看一下是谁？
布练师跟黄忠啊，布练师还有点用啊，其他没什么太大用处。好，那我把角色升一下星好了，等我一下哦。那全部抽完角啊，全部整理完强度之后呢，目前战力大概是85万，然后我们的观音瓶目前是5星啊，蔡文姬4星，吕小妹1火，那我们的真姬4星，司马也4星啊，快了快了，司马再抽2只啊，我们就可以冲5星了。5星的司马来说的那个真伤应该就还不错用，然后再来是这个是那个什么张金彩啊，4星。OK， 那我们就靠这个阵容啊，我们去打一下架，来来来，我们来啊，我们先来冲这个好了，演武场，我来试试看。我们怎么可以打输别人呢？我目前排名好像是那个啦，150米啦，以战力的排名来说的话，来了啊，单挑女队哦。那对面的话好像偏蜀国吧，偏蜀国，哇，强啊 ，UR 角就是强啊，哦，有有有有有，哎，张馨草好像很难吃的。兄弟，我们还补血哦，秒杀一只，然后从我死一只，有真姬会补，然后我们的那个蔡文姬会补，然后主角也会补，哇，超补，哇，用力砍，来一口，哇，不错啊，我感觉心术高起来真的很有搞头哎。来一口，哇，不错不错，后面蔡文姬补全体，前排真姬补2只啊，哇，很 OK 的呀，我们啊 ，OK 的 OK 的，升到150米，哇，破纪录破纪录了，然后我们再来冲看88米嘛，好试试看，哇，进五到前100名应该还不错，来咯，对面是女队，只是她有加吕布了，其他阵容跟我差不多，然后哦，她多了一只蜀国那一只。来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司马懿的威力，先搞定死一只，哦，他是那个射日弓啊，他的神兵是射日弓，哇，干，我的真姬要死了，奶一口，哇，不错，秒杀10，然后主角啊奶全体，不错，然后蔡文姬再奶一口，来，快点，蔡文姬补个血，蔡文姬，司马懿我补，哇，超补超补。啊，死了，真姬应该要死了，啊，死了，哇，他前面那只很硬的呀，看我司马懿撑很久了，不是吧？他有两个成兵器哦，看他真姬还不死，哇，吕布好痛哦，死了，啊，奶，哇 ，OK OK OK 的，4打3，冲啊，然后奶，射日弓。啊，普普打单体啊，女儿打老爸，赢了，有吕小妹的话基本上就是赢的。Saki 不错，哦，他把他放六号位，放六号位出手太慢了啦，有时候会被晕。哇，如此猖狂，你敢信？哇，排名到88名了，哇，不错不错，哇，很强的呀，这个女团，哇。要破百万的应该是打配嘛，好了，我们先随便找一只80，看70米，那我们打比较有可能会赢的、哦，啊，打个70米的试试看好了，看看我们差战力差20万大概差多少。哎呦，好，滑头放前面，吕布后面，哇塞，不是这样的吧？哇，有一点难打、啊。OK OK OK 用力 K， 哇操 ！KK K， 新的版主七，哎呦，他滑头快被我搞死了！干他滑头竟然死了，奶全体，哇，超强的呀！吕小妹一火很强啊 ，UR 收头，哇塞！新大班球，哇，射日弓，哇，我的吕小妹要死了，干死了，我的那个张馨才死了，好，左慈死了，用力砍，哇，单打，干，好补哦，干有晕到了，
七，来，我吕小妹，我吕小，哦哦哦，司马司马，哦司马辛苦，司马真的好辛苦，哎呦哎呦，剩两只哦，干，吕小妹被烧了，完了，我这三只都超烂的，敢剩主角攻击了是不是？哇奶呀、啊，哇，这是什么东西啊？两只古尸。哇！好，看啦，打完了，那我们去爬一下排行榜啊。这个群雄逐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跟人家的强度差异如何。那编队的话，哎，对，就是这样子。好，走，来了啊，单挑，零零宝贝，同样是42等哦。哎呦，吕小妹一样上路哦，一样也是一那个五星哦。哎呦，打得蛮痛的嘛！吕小妹我都不敢把他放前排，放前排死掉就很尴尬。哇，他有袁绍哎，我的天哪！我说，用力啊，不痛，晕眩，没关系，司马懿给你晕。他的话也是女队啦，只是外挂的跟我不一样，我外挂司马，他外挂袁绍，其他战力差不多。来，吕小妹放前排太危险。用力，用力砍，杀开，斩 ，OK， 用力，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哎、欸，死了，哇，很 OK 的呀，好香好香哦，吕小妹，来，都尉一 ，Go， 林妹妹，哇，刚刚是林宝，哇，现在的那个取名都这么帅吗？哇，他们也是放一号位。我之前有看过那个啦，他们有些攻略网上面有些人推荐是说吕小妹要放一号位，在前面被打，然后有回怒气，然后也可以第一个出手，但前提是你要站得住，站不住真的很尴尬，站不住就像这样，第一个被减员啊，输出一定不够，因为女角就是女队里面的输出真的是不够，除了靠她之外，其他真的没有人可以打。好啦，应该是轻轻松松的啦，应该是不用看的。啊，这应该 OK 了。好了，搞定了，一只没有一只硬的。哎呦，都尉二，好 OK。那目前排名的话，看一下哦。哎呦，171，好，那再 go。哇，我都看到百万去了。这个的话，哎呦，这个就比较偏杂牌队了。伴女队，他有带真，他有带那个真姬，但是他女角只有三只，司马摆第一个。然后吴国塞两个，魏国塞两个。哦呀！电奶头啊，一起奶。哦，哎，蛮痛的，其实。他那是周泰还是孙坚呢？哇，很补啊，跟我一样啊，蔡文姬跟甄姬一起补。来了，血线拉。等一下，我三补。哎呦，射日弓！来 ，K， 感真机要死了！哇，打到现在还没有人减员，有啊，他司马差不多了吧？十吧，好，好，剩你真机了，你可以去舍真机。好，十。啊，你完蛋了啊！气，你气势一定不够的了，你神兵一定不那个不行。哎呦，三打六。怎么可能输？怎么可能输？哦哟，吕小妹单收头啊，搞定！哇，越来越强。好 ，OK， 往上冲，来了，感觉这有点强哦。哎呦，郭嘉哎，郭嘉配张辽，然后中间那只是谁啊？蜀国拿枪的，该不会是马超吧？啊，应该是马超。张辽、郭嘉、马超、张春华、吕小妹，这是什么组合啊？奇怪。用力 K 啊，单打超强。那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高手啊？高手。哇，时代变了呀！我们三奶队超强。哎呀，不痛，不痛不痛，什么都不痛。我们只要奶得住，什么都不痛。哦哟，郭嘉，我会电呢、欸。
你是于禁吧？你是以前真三国的于禁吧？郭家应该是放那个冰河爆裂破的。哇，用力用力啊！十，哇，搞定的，哇，轻松了呀。哎，还没升都尉三呢，我们来看一下排名。哇，133的不错不错，我觉得就我们分数越来越高了。那我们冲到3154啊，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往上冲一些88万啊，有的打。哇，也是纯女队，躺躺，用力用力，哇，月音，这是看练度了，啊，半条而已。哦哟，哇，我的真姬啊，直接快死掉了呀！看，先秒掉他再说。哇，来吸真姬补，看秒掉一只了。来，全拉血线，真姬撑住撑住。哎呦哎呦哎呦，死了！不错不错不错，哦，死三只哦。干，战力差50000，我们还是打人赢的呀。用力，而且最主要是观音瓶啊，观音瓶可以晕到他的那个。可以晕到他的那个谁啊？晕到他就可以了。我们有40%的晕眩几率哦。晕到一回合就好了。晕，哎，有了有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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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钻血钻，干血钻啦！哦呦，司马懿，冲啊！然后拉血线，哇，全拉呀！战力差50000也是能赢的呀！赢了赢了赢了！哦，有了！哇，都尉三，哇 ，OK 的。啊，好，那我们赢到都尉三，哇，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排名啊，98名，哇，不错，我们这次群雄跟比武，然后都冲到前100名，哇，很 OK 的呀，我觉得女队要是那个吕小妹起来，然后搭配上减伤15%，很好用的 ，OK， 大概是这样啦，那今天应该是来不及打那个工程战了，好了，下次再打工程战好了，顺便去那个华那个什么华龙州 ，OK， 那目前的战力85万，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那个变女队真的比较强，要有多一点羁绊来说的话 ，buff 效果才比较多。OK， 那今天想支持一下我的轩老，感谢收看，下次有人再见。